亲爱的朋友，这三样宝贝价值连城，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。看完记得回转给我，别问为什么，看完你就知道了。天有三宝，日月星；地有三宝，水火土；大自然有三宝，阳光空气水；人有三宝，精气神；厨房有三宝，葱姜蒜；成功有三宝，天时地利人和；说话有三宝，请谢谢对不起；处事有三宝，谦虚礼让赞美；修养有三宝，淡定仁慈自省；家庭有三宝，和谐互爱温暖；人心有三宝，真实善良宽容；饮食有三宝，均衡节制营养；理财有三宝，开源节流勤俭；齐家有三宝，和气和乐和平；处事有三宝，认真负责担当；健康有三宝，锻炼能吃会睡；女士有三宝，青春健美气质；男士有三宝，英武性德才能；老人有三宝，不倚老卖老，不眷恋往事，不怨天尤人。人生如赛场，上半场有三宝，学历职位工资比上升；下半场有三宝，血压血脂血糖比下降。人生一世，功名利禄留不住也带不走，若能一直拥有家人朋友健康这三样珍宝，就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。